明天的香港，明天的中國，其實都係我哋天天人嘅世界。我哋
可以幫你活出精彩的人生。我是鼓勵青年人認識自我，定立目標，培養個人規劃和反思的能力，同時呢是要放眼世界，擴闊視野，為個人的目標而奮鬥。大家記住，生涯規劃見人才，活出真我，創未來，加油！请上咗啦，做咩啊？之前咧，佢都係樓。未啊，啱啱到啊天晴呢度啫嘛。佢係未即係十個一個之前啦。係啊，係啊，最車尾啊嘛。呢個就係當時嘅文啦，啲嚟嘅，啲啦都係啲即係凍喎，你小心啲，你著多啲衫喎。係咯，我話凍啊，你小心啲喎。你著多件衫啊！好咯，今日好凍喎，真係我出嚟都好凍。好啦，唔拜拜。醒着又怕想到心痛。
Thank you.
個月都十幾，風力幾大好多，幾大嗰啲人過嚟三四時間，出聲，即係問我一死邊出聲喎，幾個度？你問下喂嗰、那個，即係嗰個阿輝一齊噶嘛，係啦，嗰個唔知幾錢先，即係十幾。那個阿輝都得啦，但係你做期咧，都都肯俾你做嘅，即係你做唔到，都都唔俾你咁嘅做嘅。你睇咗張嘢，佢冇幫你做咗幾十年到，我哋都話唔係有嘅，都好有呢個有人嘅，呢個台。
因為今日咧天氣都唔係咁好，咁你有冇啲貨係特別急，一定要今日送嘅？我冇啊，冇去到啊。未啊，未啊，未啊，係啊。係啦，係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到時你睇下有咩嘢要加嘅，你做一次我話聽，好嘛？OK， 唔該你先。拜拜。生产啦，生产。如果一旦处理
穿、南機、巴黎斯坦、緬甸、越南等等，將部分侵襲，一部分嘅城市更加超出咗佢哋可承受嘅範圍，就連長年飽受困難嘅呢個國家就更加創下咗發生性嘅破壞性嘅事故。我哋咪仲要喺度坐視不理。下一站係荃灣鐵路站。在那法里英文歸為地站站是遼灣鐵路站好的，我真的很準備了，只打了一條腿，還有準備下一位置。地上那些东西，我们在那边。
靠近处，下一站是回通宫学校。我们的人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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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快速，快速的零。下一站是大肥通专车诊所。本公司等等，正午午三五一日嘅嗰个差咧，去做一个我哋嘅测试嘅标准。咁喺众多嘅 transit 同目标里边咧，有冇边一站可以介绍俾一下我哋嘅观众咧？系有啊，好多方面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核心嘅目标啦。咁当中咧就以呢一只咧，就可以向观众介绍一下嘅。我哋為咗紀念咧 ，Transit 同五十五週年咧，咁咧就做咗一種特別嘅總結，亞洲發展嘅行動嘅總結，全球啊，我哋做咗啲嘢，我哋將所有嘅嘢都做到咁樣。因為這個今天我們新嘅項目咧，係用我哋嘅高層同埋高科技研究中心所壓設計嘅總結，一啲好重要嘅狀況。有一啲乜嘢嘅苦，有啲咩不開心嘅地方。